乌克兰战争现在已经1000天了，很多人流离失所，对不对？而且呢，家不成家了哈，很多人都离开了。那更别说呢，现在呢，《每日邮报》也说，拜登要授权乌克兰使用呢远程的飞弹攻击俄罗斯境内，这是重大转向。我们现在看看呢，这个哈，普丁呢他怎么说？来看一下下一张，普丁他也是有一些大杀器。普丁他怎么说？他说呢，哦，他呢这个签了一个命令哈，这命令就批准新版的俄罗斯核子威慑国家基本的政策，他下了核命令，然后呢？另外你可以看到呢，刚刚那张图那个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呢，这个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武器打哪里呢？打了俄罗斯的境内，叫做布良斯克这个地方。所以这真的是俄乌的大拐点。他希望怎么样？拜登会希望这个战争越来越扩大，变三战吗？嗯，拜登可能啊，希望有关于他儿子的证据最好全部消灭殆尽啊，免得最后啊，从他儿子的这一些在乌克兰的相关新闻，最后啪啪啪办到他。虽然他我们常常讲跟空气握手啊，不然就是走楼梯摔一跤啊。不过老人家嘛，我们也不必特别的来讨论他啊。不过这个拜登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任总统里最后一个还有冷战思维的，那这个冷战思维呢，偏偏这个叫做什么核升级？现在这个不断的是接近核战的边缘。什么叫接近核战的边缘呢？我们仔细看啊，这是小舰长整理的，外面看不到的。那个也就是10月14号的时候，北约进行了坚定正午的这个核武军演，回应普丁的威责。普丁什么时候回我？那个进行核威者，9月20几号啊，结果北约过了2个礼拜才有这个能力，那反制这一个核升级的那个动作。然后呢，他做到14号，结果14号结束之后呢，很快的那个我们就看到啊，他做哦，对不起，他14号做到24号，5天，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呢，他就直接发射了这一个弹道飞弹，这些弹道飞弹都是可以携带核武的，无论是洲际弹道飞弹，或者是说从潜舰发射的2枚，然后发射1枚，还有从战略轰炸机又发射的巡弋飞弹，意思是什么？普丁玩真的啊，普丁是玩真的。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其实这个时间轴的长短啊，就象征这个时间的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29号之后，又过了半个多月，快20天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美国禁止乌克兰使用的那个远程攻击武器，已经解开这一个限制。这个是17号、19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克里姆林宫立刻发出正式的这个说明啊，也就是。普丁啊，他已经签署了新版的俄罗斯这个威慑的国家政策。对，也就是内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呢，我们的猜想也就是，如果有这种长程飞弹直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话，俄罗斯可能真的要动用战术核武，当然不会是战略啊，大家不要想太多。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小当量的战术核武下来的时候，泽伦斯基的小命真的就难保了。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来端看这个一千天啊，其实俄罗斯对于，当然他对于这个乌克兰造成一定的破坏以及人命的伤亡，但是有另外一个部分，为什么？我们看到泽伦斯基都可以活活跳跳的到处跑，因为其实这个普丁并没有大下杀手啊，给他留一点点，因为以前不就是大毛一个大毛一个二毛吗？两个原来就是一家人啊，为什么一家人同样民族？这个蔡政委员委员有说过啊，两个讲同样语言的话，在作战的时候就叫内战。他们不是讲的，那当然，现在俄语，俄罗斯讲俄语，乌克兰讲乌克兰语，可是他们有70%是非常类似的，而且他们在可以无碍的对话的，也就是其实他们打的是一个内战、啊。其实泽伦斯基他俄语说得很好，对，那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啊，
他普丁没有真正的下杀手，可是你只要打到他内陆的时候，他也把相关的 SOP 做下来，做完成了，也签署了，也执行，然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执行了。那泽伦斯基就是想要一直打，他可以一直周游列国，一直到各国去要钱，维持他那个可悲的这个尊严啊。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啊，他其实早就面对了薪资危机啊。其实到这个乌克兰士兵啊，领的钱非常多啊，一个月有4400欧元，而且就是前段时间在那个乌克兰战场上阵亡的我们台湾的前那个特战队员，其实他当初出发前，他讲的薪资比这个还更高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拿了这么多钱，现在最反对和平协议的是谁？就是这些军人，因为等到一不打仗，他就没有这么多钱可以领了。但是我们有想到这些人的家人吗？另外啊，我们要想一想，这个泽伦斯基到底啊跟川普讲了什么？这个在大选之前呢、啊，其实呢他已经去找过川普了。你看是不是很厉害啊？人家押对宝了。那个，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赖清德领导人，你有押对宝吗？你有通那个打通电话吗？你没有啊。那这有关于核武升级的部分呢、啊，不是小舰长讲。我们看到 Foreign Affairs， 也就是外交事务这个读国际关系的这个人，通通都要读的一个学刊啊，它里面就讲到核升级的回归。我刚刚讲的就是核升级，核升级最难控制的，也就是使用战术性核武以及弱小的这些国家，什么弱小的国家，例如像北韩。我们现在只要在俄罗斯战场使用核弹了，那其他地方会不会联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然后第四次世界大战大家就准备用石头了。为什么？人类全部打到新石器时代，就跟小舰长之前不太会用火，不太会用这个华为手机一样。那其实我不是做广告，因为在台湾买不到啊。其实它真的很漂亮，很细致。那如果大家前往大陆的话，的确可以买一个。对，的确你可以看到哈，俄乌这个局势哈，全世界很揪心。那尤其是呢，现在已经来到了1000天了。联合国安理会其实呢也有进行了最新的情势的一个探讨。就美国呢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哈，还会继续呢提供新的一波乌克兰军援。不过呢，大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就说，俄乌这局势到底能不能早日结束，真的是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希望你美国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